玩一把机器人。顺其自然。这怎么没看啊？有两个了，已经有两个兄弟加我好友了啊，有个叫葫芦娃的。看见了，反正你们可以加一下，晚点会那什么，会有个抽奖，就是我看谁演员好，我就抽谁，明白不？所以你起的名字非常的重要啊。哪个演员好？哎，安卓的能加吗？安卓的应该不能加，苹果跟安卓好像不是互通的。这儿的鼠辈可真多啊！真多啊！全军出击！猴哥小号中了，哎呀，我还不至于500块钱给你们的东西，完事我自己吞了吧？我还没到这种程度吧，兄弟。我给你们的东西，从来这都是大大方方。顺其自然。交闪了，这也算耗了一套吧，也还可以接受啊。怎么感觉他们家好像来人了，还是怎么回事？中路是瞎的。后可留维鲁斯不削了吗？维鲁斯，他都不补刀了呗，往后点去。哎呦，维鲁斯好菜哦！另外咋这么多人呢？走呗，塞拉斯不给助攻，不是这也太多了吧？这人啊啊！这有点过分了，这。维鲁斯单吃他一手，我们来扛他一波。还踢？哇，这瞎子是真敢踢呀！哇 ，nice 啊！这佐伊，漂亮佐伊。
起飞。维恩正常能不能一 v 一打得过维鲁斯？这维鲁斯要出什么玩意儿？要出女神之泪吗？我们这波在这里等一下子啊。什么？等会儿啊，这打着呢。啊？记了。不是放里了。不行了兄弟，泰坦搁后面呢，我先溜了溜了溜了。你差钱吗？给我来这个。没人来了，没用啊！打他，打他，打死他！你打不死人呐！哎呀，维鲁斯也不行啊，感觉。我先给他们来个救赎吧，你们觉得呢？先给他们来个救赎。这个泰坦到底在干嘛呀？泰坦挺有意思的。哎呦，兄弟！哎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啊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走。这佐伊玩的不错。香炉吧，香炉啊，香炉也行，香炉。还香炉呢，我给自己加个盾行。来跑来，对，哎，你这维恩都不给他挡，你发现没有？哎，对，你就打我来。这泰坦以为自己是很幼是吧？泰坦，兄弟，这救不了了，这啊，可以，这怎么还有个船长呢？这是。拿硬头，拿硬头。泰坦都石像鬼了。是啊，泰坦两个人头，泰坦挺肥的。我们没有人头，我们八个助攻。往哪踢呢，老弟？来，我收你波兵来。
我觉得我身为我们家的功臣，配得上这一波兵。早不说，哎，这塔咋没了呢？猴哥，你也被回收资格了吗？是呀，我没有资格了，跟我说资格没有了。什么资格？峡谷之巅的资格？没资格了，打个资格出来，一天把资格给他打出来，扫一下来。来人了，这一瞅就是来人了，要不然这泰坦不敢那么嚣张。我也不勾他，知道吗？我也不勾他。先把维恩杀了，让炮车打死。炮车，炮车，炮车真不给力呀、啊！炮车，这就不行。这人儿确实是有点多呀，这致命点呀。哎呦，我终于拿到人头了！点了吧，你玩吧，我回去出救赎了。家上路被打出屎来了，没用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就发现，我就打着钻一钻二的，不是钻一钻二的，反正就这些小钻石吧，基本上就玩啥啥啥。这是为什么？这就是因为我玩了荒野乱斗，它里边啊有着很。有着很多战术，你知道吧？哎，你需要这个发挥自己的特长。我这个就不打了，我这等一等那炮车。小威恩可这还行。敢问准不准？你死了吧？你这都没死啊？机器人这个东西，这有的时候吧，摸奖摸的就比较的舒服。怎么不完猴？这把随着辅助了，下把的。
下不待完。ID 是什么？孙悟空点 C。来，上钩。维恩可老差。致命点燃。你干嘛呢？勾勾致命，发现没有？真的，勾勾致命。别拆塔吧，这地方不好勾啊。兄弟，这救不了了。哎呀，哟，这个没中不太应该啊。我看看啊，看看这能不能打，感觉能打，但我现在蓝稍微差了点。别杀我，我不认识他俩，我撤了。溜了溜了溜了，走出门。500多的蓝也能勾这么多呀，回蓝不错呀。他们家的上路啊，这把是真是不太不咋地呀。69刀144，这上路玩的。来呀，一波！想勾一手维恩呢？一波，下一把，我给勾一个。哎呀，老瞎！哎呀，要把我踢回去，你没有闪现，你怎么踢？